大家介绍的是，就是僧人用的手杖，就是在行走的时候用的手杖。那这个是在，就是他们在日本的四国88个所道场，他们所巡礼所使用的手杖这样子。那就是僧人在使用，那它有非常陈旧的使用的痕迹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真的僧人有所使用过的。好，介绍一下。